挑战只用黑市第一个带皮肤的防具。首先背包可以排除了，根本没有带皮肤的。那既然只能用第一个，就注定有头没甲，或者有甲没头啊。呀，这么快就来了，还以为得再刷一会儿。太走运了吧，直接拿下钢六甲，这怕是有点无解呀。厉害了，再配把精魅，这是要转翻的节奏。不过最值得担心的就是我这个头，只需一枪就没了，最好别给敌人开枪的机会。轻松拿下。其实我就是个纸老虎啊，也就看起来肉，意外看了场戏，打得可真激烈。我先不出手，放长线钓大鱼。来了来了，还是不能打，右边也来一个，除非他自己往枪口上送，那可就怪不得我了。另一个家伙也来了，摊牌了。之前说什么来着，就怕一枪把我秒了。真是纸老虎啊，别看头盔不大，用处可很大。这怎么还亏了呢？上来就亏把精魅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所以耽误之机就很明显了，必须找个头盔啊，哪怕四级头也能杠一枪。不对，杠不了精魅。人机都这样了吗？学真人卡视角呢？脚步在楼上，直接冲！哦，我就不信你还能一枪把我秒了。真可惜啊，他带的可能是六级头啊，与我无缘。好消息是 boss 还没被打，这下头盔已经稳稳的了，最好五级以上的吧，不然用处不太大。求爆红，粉的最多五级头，那也行啊。这个结果可不太满意啊，精致大菠萝这种一个赛季都上不了几次场，纯粹放仓库吃灰，五级装备现在也不行了，六级烂大街了已经。不过总算补了一个四级头，现在就不是随便什么枪都能秒我的，你枪神正合我意，去看看。好像在打怪，看不见了，他肯定超级肥啊，比我先进来那么久，这人一定要拿下他。来了来了，毫无察觉，就是现在上精魅一枪头够他喝一壶，哪怕六级头也上不起，投掷物太慢了，直接用枪，小怪神助攻，他彻底完了呀。哪跑，拿来吧你。 Nice， 怕是一波肥了，多谢小怪神助攻，请你们吃子弹。我希望有个六级头，就这点要求。太好了，终于齐了，这下没啥弱点了，放心了呀，真是被天使吻过的嘴，要啥来啥。不过变卖物就这么几个，他都在干啥呀？这么多箱子都没开，效率也太低了。好，开始搬砖。这么轻松就拿下了吗？最后十多分钟，这可不像五图辐射区，老六总得有吧。预感来了，要出金枪，啥破玩意。这次应该没错了，金枪吧。为啥每次都是赛季初爆率特别高，越到后面越不行了呢？剩下的箱子全部扫荡一遍，一个没留。不过也才440万的估值，这么穷呢。返回返回，这个数卡的这么恰当吗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明天见，拜拜。